暴凶残，简直就是杀人狂啊！母亲，您知道，4年前长平一战，秦国一下子就活埋了我们赵国士卒45万呢。所以，我们赵国的百姓宁肯战死，绝不投降。可是母亲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绝灭的关头，邯郸城里连草根、树皮、老鼠、狗猫都吃光了，救救我们吧，救救赵国吧，我们真是望元如望岁，望元如望岁呀，望元如望岁，望元如望岁，望元如望岁。这是在哪里呀？也许是在做梦吧，梦见平原君夫人。先王啊，先王，我遵照你的遗言，把女儿嫁到赵国，以求两国永结盟好。现在秦国围困邯郸，1年半都过了。女儿前些天派人给我送信说，他们那里已经到了一子而食，西海而吹的地步。我真担心，他们恐怕是凶多吉少啊！先王啊，恳求你在天的威灵，保护我们的女儿，保护赵国吧。太妃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您，您还是到屋里先歇一歇吧。对了，太妃，侯姐姐父亲求见，我们以为您在睡觉，他等了好半天了。太妃现在需要安静，还是让我父亲多等一会儿吧。哦，侯先生来了吗？嗯，很好，我正希望能有个谈心的人，快去请他进来。哎，我去请。哦，让他去也是一样。哎，阿侯，太妃，你把内室整理一下。哎，太妃，侯先生到了。仪门监者侯莹恭候太妃午安。侯先生，请不要这样拘礼，快请起来。多谢太妃。你是稀客，又是我儿子无忌的师长。太妃，那是信陵公子谦虚好客的美德。请堂上来坐吧。啊，不，我只有一两句话在廊下就可以了。哦，阿朱，那样就减慢你了。多谢太妃厚意。阿侯，你到外面等着，公子回来了，要他快点到我这里来。哎，侯先生到我这里来有什么见教啊？太妃，一件很小的事情，本来是用不着麻烦太妃的。一来公子上朝去了，二来也想顺便向太妃问安。是什么事情？是这样，我想请太妃允许我女儿回舍下去住上2-3天，因为后天是她母亲的忌辰，我想带他回去扫扫墓，做个小小的家祭。哦，那是应该的，明天让他回府上去可以吧？多谢太妃，打扰了，侯莹请告退。不，请多坐一会儿，难得见到你，你是位长者，我听无忌说你是博学多闻的。太妃，这真是公子过奖啊，报官小吏哪有什么学问呢？不要谦虚吧，我正好有一事想请教你呢。哦，阿朱，请侯先生堂上来坐。太妃如果有什么垂问，侯莹在这里恭听也可以。侯先生请。是。我想请先生为我圆一个梦。嗯，
刚刚我梦见平原君夫人从邯郸突围，不断喊着母亲救救我，我起身正想赶去，梦境全消失了。到现在一说起来心还在跳，请启示我这是吉是凶。先生不要顾忌，尽管直说吧。是太妃，日有所思，梦有所见，我想是太妃过于挂念平原君夫人了。不过作为守仪门的人，近来每隔三五天便有赵国的使者前来求救，那么依我看来，突破秦国的围困似乎还不那么困难。当然邯郸是被围困一年多了，但也许还不像太妃想的那么危急。小吏见识短浅，只想请太妃保重身体，年岁大了，过分交心是要伤身的。多谢你的安慰。太妃，太妃，如姬夫人到了。快请进来。仪门见者侯莹叩见君夫人。侯先生请起。多谢君夫人。太妃，那我就告辞了。侯先生，我就是来和太妃谈心的，没有重要的事情，您如果愿意一块谈心，不是更热闹些吗？很好，侯先生。是。太妃，侯先生也是我的大恩人。你是说替你父亲石昭先生报仇的那件事吧？太妃，这个事小人可不敢邀功掠美，为君夫人的太翁报仇的是信陵公子和唐居先生。有了您的推荐，信陵公子才寻访到唐居先生，你们都是我的大恩人。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报答信陵公子和你们。我时常想，如果公子有需要我的时候，就是去死，我也是应该的。我听说谋害施昭先生的，竟是他的一个弟子。是啊，太妃，那个青年的琴师本来是太翁非常喜欢的一个学生，好喝酒，可是后来呢，却见酒就害怕。照他自己说嘛，是得了酒病，后来居然就把酒给戒掉了。起初大家并没有疑心，都认为能够戒了酒是件好事情啊。多亏了信陵公子精明啊，有意摆下了酒宴，请这个青年的学生为大家弹琴。那天公子在席间还大加的夸赞他是如何如何得到了太翁的真传。谁知这个学生听了公子的话呢，竟然脸色发青，双手发颤，连琴都弹不下去了，便推说自己犯了病。信陵公子便请唐居先生为他治病。唐居先生真是好本事啊，他竟然让这个凶手自己把真情说了出来。唐居先生怕是有什么法术吧？是啊，太妃，一开始我也就是知道他能够使人安神睡觉，那天我也是第一次领教，他的法力真是大呀。起先他让这个学生坐定，对他说，你的病待一会儿就会好的，然后用双手抚摸他的头，从头
到手的抚摸，大概也就是三四遍的样子，这个青年的学生便迷迷糊糊，像是失去了知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信林公子便把太翁被谋杀的事情问他，他便把自己如何起心、如何下手，和盘托了出来。我父亲真可怜，顾及了一辈子，最后还遭到那样的毒手。郡夫人，侯先生就是来替女儿请假日，给他母亲的忌辰扫墓的。侯先生，请起。侯先生，我听侯妹妹说，她母亲的坟离我父亲的坟不远，是吧？是的。今年秋天我还没去过呢，你们哪一天去啊？后天清晨去，中午便可以转回来。好，我一定同一天去。是，那要不要我的女儿来接您？我们一道去。不必了，多谢您的好意。是，太妃。君夫人，我告辞了。欢迎你常来，阿侯替我送送你父亲。侯先生走好。多谢太妃。君夫人。侯先生，后天见。是。阿朱，你也进去吧，我要和君夫人在这谈点事情。是。君夫人，无忌在那边和国王商谈的情形不知道怎样了。我来的时候辩论得很厉害，好几个人都主张不要进兵，甚至有人说应该顺从秦国，让他称西帝，派人去朝贺。说话的人差不多都在体会国王的意志。国王他没有说话？大家都明白，他命令禁闭的十万大军驻扎在汤阴，按兵不动，这就是他的主张。对秦国来说，我们只是驻防边境，不救赵国，也不以秦国为敌。对赵国来说，我们已经出兵了。赵国派人来求救，他总是用这些话应付，这就是他的万全之策呀。无忌怎么讲？公子一再声明，赵国是我们的兄弟之邦，赵国亡了，秦国一定要来吞并我们，我们不要忘了唇亡齿寒的教训。结果却遭到了国王的申斥。如今既要去救赵国，兄弟间又不要伤了和气才好。唉，我是两头担心呐，一头惦记着你的女弟平原君夫人现在的安全，一头又怕无忌在争辩中触犯了国王。太妃，请恕我直言，我是赞成信陵公子的意见的。我看秦国的野心，非把关东诸侯吞灭是不会满足的。太妃，以您的道德声望劝一劝国王，也许国王还能重新考虑。先王在世就常常告诫我，朝政大事女人们不要多干预，我一直在信守着他的遗言。不过我们魏国还算好，这十多年来虽然和秦国有过一两次接触，但都不算厉害，我们总算过了些太平日子。秦国所以不敢先来打我们，太妃是知道的，这全是由于信陵公子的威望啊。不能这样说吧，凡是明白道理的人都在说，公子礼贤下士，天下的贤士差不多都投奔到魏国来，集合到公子的门下。大家心目中，当今天下的四公子，要以信陵君为第一人。我们大梁的老百姓有这样的口碑：要做母，当做信陵母；要娶妻，当娶平原妻；要得子，当得魏公子。君夫人，那是褒扬奉承的话，你怎么也这样说啊？太妃，在您面前我不会说假话。认真说，无忌这孩子我倒有点怪他呢。怎么？他为什么总是得不到哥哥的欢心呢？像国王那样的人连我都不高兴的。
这话你不要随便说，让国王听见了可不好。无忌有时候和我谈起国王来，我也总是先责备他。公子有什么可责备的呢？做弟弟的不能不尊重兄长，何况兄长现在是一国之君。君夫人，你也是一样，国王他不是很喜欢你吗？太妃，我不敢瞒你，他是喜欢我，但他没有把我当成人，他把我当成他的马儿，当成他的玩具。他喜欢我不过因为我现在还年轻，他以前不是也喜欢过别的年轻美貌的人吗？而那些人到头来不是一个个都被他丢开，像丢掉一双破草鞋一样吗？我不过也是他一双垫脚的草鞋，目前还没有十分破烂罢了。我看你应该把这种心思抛开，我年轻时也有过这样的念头，可我把它抛开了。一时被人轻视不要紧，要紧的是我们自己要问心无愧。女人的天职是生儿育女，有了儿女，把儿女教养好，为凤为鸡，成龙成蛇，这我们是可以做主的。子以母贵，母以子贵，这你是听说过的。太妃，我是不会替他生儿女的。像他那样的人是不会有好儿女的。如今你这种想法千万要不得。我一直把你当自己的母亲一样。我还有更不好的想法呢。有时候我真想去死，甚至想拼着一死去刺杀他。如今阿冲在。太妃有什么吩咐吗？你在里面做什么？我在整理衣橱。我们在这儿说话你听见了吗？阿珠，你过来。你爹爹朱亥曾要求我管教你，你要懂得规矩，凡是我这里的话都不准向外面乱说，听见了吗？我知道，太妃，就是听见什么我也绝不会乱说的。那你注意说话谨慎就好。起来，衣橱整理完了吗？整理好了。哦，那你到外面同侯姐姐一道照应外面的事吧。是。如姬，你把我当成嫡亲的君姑一样，我也把你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，因此我要直率地说你几句。父母纵使不好，子道不可不讲；丈夫纵使不好，妇道不可不守啊。多谢太妃的爱护教训。哎，你们听见没有？太妃，平原君夫人回来了，还带着一些女兵呢。是啊，太妃，平原君夫人回来了。你们慌里慌张的说些什么？是真的呢，太妃，平原君夫人回来了。啊，国王和公子也一起到了，刚在门口下车。看来他们已经见过面了。难道我的女儿真的回来了吗？是真的，太妃。是啊，迎接他们。啊，国王来了，这里要安排一下才好。阿忠，阿龙。母亲，姐姐从邯郸突围回来了。母亲，没有想到我还能活着跟母亲和骨肉们见面。我的孩子，
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父王，父王，你们受苦了。看，你们这一身都是尘土了，快到我房里把衣服换下来。这服装打扮简直是亡国的现象，真是招摇过市。阿哥，阿哥，你的主意还是不能变通吗？不能啊！阿姐刚才已经告诉过你，她是特为求援而来的呀。现在闹得阿姐都亲自出马来求救，邯郸是危在旦夕，也就可以想见了。那是当然的喽，恐怕早就陷落了。好像没有那样快，据我们的估计，至少还有两三个月可以死守的。恐怕太阳不会走得那样慢吧。邯郸要是陷落，赵国就算灭亡了，到那时候如虎如狼的秦国……你总爱拿这样的话来威胁我，你的意思是秦国又会来打我们了，是不是？我并不是想威胁你啊，因为是国家的大事，心所未微，我不敢不语啊。秦国如果把赵国灭了，他当然又会去攻打别的国家。秦国的政策向来都是远交近攻的，所以他绝不会越过我们去攻打齐国和楚国，更不会悬军深入去北伐燕国。而最容易打的不是我们魏国就是韩国，可是韩国早已经是名存实亡的，如果赵国再灭亡了，我们魏国是要遭到大患的。你呀，总爱做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，好像这里只有你一个人爱国，别人就都不爱。我何尝不知道我们魏国的危险？正因为知道有危险，所以我才不敢去盲目的冒险。救赵不能算是冒险的。请你让我把话说完。所以我才叫晋鄙将军按兵不动，不要去惹怒秦国。害之中取小的道理，难道你们就不懂？你们总爱不顾实际的唱高调。现今的你们几位大公子，什么春申君、孟尝君，还有那个平原君，都爱把国家的存亡作为你们沽名钓誉的工具。你们何尝爱国？哎，爱的不过是你们自己的名声。你们要爱你们自己的名声，我还要爱祖宗给我留下的江山社稷。阿哥，你的害之中取小的话有道理，不过要说到和秦国讲和，往年我们是可以和他讲和的，现在赵国却是和不得呀。恐怕和不得也只好和了，自己的主力打光了，要指望别人拿主力去替他拼命。赵王倒是很聪明，平原君也很聪明，可我却没有那样愚蠢。我劝你也替我们魏国想一想，放聪明一点。阿哥，现在救赵可是最好的时机呀、啊！秦国固然在长平消灭了赵国的主力，可是他自己的元气也受了大大的伤害。秦国用几十万大兵围困邯郸一座孤城，已经一年半多了，还是没有攻下，可见得秦兵也是疲惫了。你又来了！秦国围邯郸分明采取的是坐困的战术，你不要看他没有动，便以为是衰弱了。那山石也是没有动的，可你不能把它当成是一堆棉花。我聪明的大公子，阿哥，王兄。请堂上来坐吧。啊，不了，太妃，那边事情很忙，我就在这里好了。那样不好讲话，
还是请堂上来坐吧。不，这样一样可以讲话。哦，阿朱，那样就太减慢你了。我现在重新向兄长和母亲、兄嫂、弟弟失礼了。你来的时候，邯郸的情形究竟怎么样了？危险得很，我们现在已经断了粮，人死了就留下遗言，请把肉割下来，让大家吃。不过近几个月来，秦兵也疲劳了，我们常常派兵去打劫秦兵的粮食，每每取得成功。你们还有多少兵器？兵器很不够，百姓把所有的铜器都拿来了，融化做成兵器，但是还是不够，我们就用石头和竹木来代替。妇女们也都参加了行伍守城。那又抵得了什么用？我们至少可以缝补衣裳，搬运石头啊，大家一条心，死守着我们的都城。我们是有过长平的惨痛教训的，即使你投降了，敌人也要把你斩尽杀绝，所以我们宁肯战死，绝不投降。哦，你们倒是英勇得很呐。阿哥，我们现在所缺乏的就是人手和武器呀。所以我们天天都在盼望各国的救兵来。几个月前我听说阿哥已经派了10万大兵叫靖比将军统帅着来救援我们，我们简直高兴得发狂啊。可是到后来老等也不到，靖比将军只是驻扎在汤阴岸边不动，这是我们非常失望。我们派了好些使者回来求救，总是没有着落，所以这一次派我亲自回来求救。你既然已经回来了，那就是再好也没有了。你已经脱了险，我看就更没有派兵的必要了。不不，阿哥，我不是为了逃难才回来的，救赵的同时也是救魏呀。赵国亡了，魏国也是很危险的。可是救赵也是一样的危险，你想一想，你们以45万的兵力在长平一战就被消灭得干干净净，靖比带去的10万人马又能抵得了什么用呢？阿哥，平原君已经到楚国请求救兵，马上就要到了。楚国会派兵救你们吗？他们派春申君率领4万人从齐国假到，大概不久就会到的。这就是楚国的滑头喽，也就是春申君的滑头了。你们想一想，40000人抵得了什么？而且走到的时候，你们的邯郸恐怕早就没有了。楚国是乐得给你们一个空头的人情。如果他还想吃点路旁草的话，说不定还要在我们身上打主意。我看还需要提防提防他。阿哥，你的这些话我不能同意。你不同意又怎么样？你能保证楚国不会来打我们？秦楚是世仇，春申君是明大义之人，我们目前正以合纵相号召，他绝不会用诈略来侵袭我们的。我真不明白你到底是哪一国的人。我既做了魏国的国王，我就要负责任，管他秦国也好，楚国也好，在我看来都是一丘之貉。秦国要防，楚国也要防。可事情总该有缓有急的。在我看来，一个人也应该能屈能伸的。我们大梁在先前不是也遭过兵临城下的惨祸吗？我们虽然向秦国屈服过两次，可这十几年来秦国并未加兵于我们，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？所以我就派了新元远将军去劝赵王和平原君再聪明一点。新元远将军已经到了，他劝我们让秦国称帝，说那样就可以让邯郸解围，赵国解救了目前的痛苦，慢慢再来徐图弥补。
这话很对呀、啊。赵王和平原君的意思怎么样？大家都不赞成。不赞成？难道非要等到亡国灭种了才睁开眼睛？亡国灭种？你说对了，我们是有过长平的惨痛教训的。即使你投降了，敌人也要把你坑埋。万一我们向秦国求和，他照样把邯郸城给屠了，把赵国灭了。阿哥，你怎么办呢？你不求和就能保证他不杀你不灭你？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分明是两条路，不求和那是一定要灭亡的，求和或许还有一线的希望，现在就看你们要走哪一条路了。照道理看来，求和一定灭亡，不求和倒或许有一线希望啊。胡说，这里没有你们女人说话的份儿。聘姬司陈为家之所。好了，现在我把话说到头，赵王既不听我的劝告，我是一兵一卒也不会派去救援的。如今跟我回去。不不，阿哥，请你息怒，请你看在我做妹妹的名下，就听我再说几句话吧。我并没有封住你的嘴呀、啊。阿哥，秦国的兵力确实很疲弊了，我此次回来求救只带了几名女兵冲出重围，我还打算冲进重围回去呢。如果阿哥派晋鄙的十万大兵出师相救，定能大败秦军解救邯郸。到那个时候，阿哥，我们赵国的百姓是不会忘记阿哥的大恩大德的呀。你呀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就听我的话，你既然已经回来了，那就是如天之福，不要再想着什么杀进重围回去，你就住在我这里，你和你的那几个女兵，我是养得起的。大哥，多谢你了，但可惜的是我已经是赵国的人了。那好啊，那么你打算几时再杀进重围回去呢？阿哥，大概你也是赵国的人了吧？我要请求阿哥允许我一件事情。只要不是请求我发兵，我请求阿哥允许我率领自己的3000之客，就在明天送阿杰回邯郸。母亲，不，弟弟，我死不足惜呀、啊！可你是魏国的重臣，魏国不能没有你呀、啊！阿杰，吼，这又何须乎我来允许呢？你那些食客不都是以一当千的吗？3000人能抵得上300万雄兵，你是一定可以荡平天下的。没有那样大的野心。不过义气却不服输，反正我留在魏国也是无补于国局的。无忌，你怎么说这样的话？那么你认为怎样才能有补于国局呢？哼，我才不服输呢。你要把你自己拿去牺牲，把祖宗代代相传的江山社稷拿去牺牲，那就细听你的尊便。如今跟我回去。阿哥，请阿哥息怒，小弟已经下定决心，就在明天送阿姐回邯郸。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要恳求阿哥，我走之后，母亲这边望阿哥多多照顾。
报复。我几时虐待过你的母亲？王兄，你刚才说的是什么话？王兄，你太失礼了，请你再说一遍。太妃，太妃，请你宽恕我。你请回吧，不送了。如今跟我回去。邯郸去吧，母亲。老人家，这公卿大夫为什么没有医来送行呢？是啊，为什么？是啊，他为什么不来送行啊？你们都还不知道吧？信陵公子这次去，听说国王不高兴呢。哎，国王是怕秦国呀。那国王这样做官的，谁还敢来送行啊？啊，哼，咱们的信陵公子就不怕他们？对，不怕他们。咱们魏国这十几年多亏了信陵公子才免遭战祸呀。是啊。哎，爷爷，你看，哎，你看呢？哎，我说那最后一辆车里的就是平原君夫人和她带来的那些女兵吧？就是那一辆了。啊，是在那辆车上啊。我看得很清楚，平原君夫人也是全身盔甲，哎，还向我们招招手呢。看那些个女兵好威武啊，可怎么一个个都面黄肌瘦的呀？这也难怪呀，他们在邯郸城里饿了一年多，又赶了这么远的路，昨天刚到这儿，今天又走了。乡亲邻里们，监门爷爷来了。监门爷爷，监门爷爷，各位邻里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 了。酒是准备好了，一会儿我们大家要唱歌，还要奏乐，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那我就请公子上路了。请公子上路。
公子，我们魏国的百姓深受你的大恩，因为有了你，我们魏国十几年来才不见盗兵。可是如今你要远行，要去解救赵国的百姓，我们魏国的百姓也盼望你去扫荡虎狼的暴秦。公子啊，你要早早凯旋呐、啊！我们还要在这里为你接风洗尘。是啊，是啊，公子啊，公子，你一定要保重啊！保重。哎，公子，今天大梁城的百姓在这里为您饯行，祈求禄福，望公子勿嫌简陋。各位父老乡亲、诸姑姐妹，无忌将有远行，承蒙主见，愧不敢当。公公之子，皇帝之孙，赫赫道神，保佑行人。赫赫道神，保佑行人。有酒一樽，用以奉敬，敬起公子沿路安宁。有酒二樽，用以奉敬，敬喜公子马到功成。有酒三樽，用以奉敬，敬喜公子凯旋都门。敬喜公子凯旋都门。侯莹先生，我一向把您尊为师长，在这危难的时刻，多么想听到你的意见啊！可是你却一言不发，难道我们就这样的相别吗？公子，你延揽天下贤士为的是什么？如今你要远行，我却眼睁睁地看你去舍身赴难，我侯莹岂不落个天下的骂名？只是士气仓促，谋策未全，我不敢贸然进言呐。公子，上路吧。保重啊！
要早早凯旋大梁啊！公子，我们难舍呀难得，保重，公子啊！你一定要保重啊！保重，公子，保重啊！大梁城的父老乡亲、诸姑姐妹，无忌深深地感激你们，你们把我看得太珍重了。我此去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，我的生命是奉献给诸位的。什么？不要打搅我，孩子。爹，公子那么尊重你，把你当成师长一样，对你极尽礼貌。今天所有的人都跟随公子一道舍身赴难，只有你一个人不跟他一同去。公子不见到我，绝不会走的。孩子，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和公子一道舍身赴难，我恨不得跟随平原君夫人一同去，也当一名女兵。好啊，我正是要你像一个女兵一样去做一件事。孩子，你现在赶快赶回宫里去，假托太妃有事，把如姬夫人引到这里来，和信陵公子会面。和信陵公子会面？对，快去把如姬夫人引到这儿来。对，快去。哎，老猴子，你还在这儿溜达什么？冒是鬼，你这么大呼小叫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要让大家都知道你还没有跟公子走，是不是？好好好，我来问你，你为什么不跟公子去邯郸舍身赴难？还有，公子走的时候，你连句话都不跟他讲，我真不明白你是怎样的做人。我问你，公子现在在哪儿？侯莹先生，公子，侯先生怕是出乎意外吧？不，我知道你是一定会回来的。你不来，我还要在半夜去找你。我和你告别之后，就在前面的沂门村里停了下来。我已经打听到了，我本来想早一些转来的，可是又怕在路上遇见人惹起误会，所以特等到天黑才转来。我转来的意思，侯先生是多少可以揣测到吧？我知道你对于我的态度是不大满意。不是不大满意，而是
不太了解。是，很多人都不太了解，在你走之后，连我的女儿都在责备我呀。和我同去的人当中，也有好些人在埋怨先生。朱亥就是顶埋怨先生的一个人，那正是朱亥的脾气。侯先生，侯莹先生，今天中午在这儿听了父老们的组建歌，使我内心发生了很大的反省。父老们期待于我的太殷切了，我仅仅带着3000食客要去和几十万的秦兵硬拼，有好些人在埋怨我说这是以卵投石的。其实我自己牺牲了倒不足惜，可是我带的3000食客当中有好多都是魏国的精华、中原的精华，如果他们同我一道去牺牲了，这岂不是莫大的损失吗？所以我想到你没有同我们一道去，一定还有什么别的用意，可是你却不曾向我透露一言半句呀。公子，你来得正好，侯先生一定有了什么好的办法。好说，公子，办法还是有的。请侯先生原谅，我来请教的太迟了。不，并不算太迟，或者说是时候刚好。究竟是怎样的办法呢？很简单，只要你把晋鄙的兵带去就行了。侯先生不是在开玩笑吧？如果能够带去，那还有什么话好说呢？公子，你不要误会，我要你把晋鄙的兵带去，是因为有办法带去。再次请侯先生原谅，究竟是怎样的办法呢？公子，我请问你，晋鄙的兵要怎样才可以动员的？只要拿到兵符，传达国王的命令，便可以动员。好，兵符放在什么地方？在国王的寝室里。好不好？去给他拿来。侯先生，你是让我窃符？对，窃符，窃符才能救赵。为了顾全大局，这有什么不可以呢？可是我现在没有这样的可能啊。公子，我再请你想一想，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人可以代替你去做这件事呢？代替我的人？对，那除非是如姬夫人和我的母亲，别人是无法出入国王的寝室的。不过你要知道，太妃她……我知道，太妃是绝不愿意做这种事情的。那么如姬夫人怎么样？这我没有把握。你要知道，国王是很严烈的人，而且很会猜疑。我为了避嫌疑，平时和他说话都是很少的呀。公子，就我平常看来，如姬夫人不是个寻常的女子。她曾经说过，如果你要她做什么事情，就是死都心甘情愿的。可是现在时间紧迫，没有办法和他见面了。事不宜迟，你今天晚上既然来了，今天晚上就可以跟他见面。你当面向他恳求，不是很好吗？就在今天？对，就是现在。对，刚才我已经叫我的女儿到宫里去，假托太妃有事，把如姬夫人引到这里来。你当面向他恳求，我看是万无一失的。侯银先生，多谢你想得如此周到，而且已经妥善安排。
侯莹先生，只是兵符拿到手之后还会有问题。是，我也在想，如果你拿了兵符，去到汤阴，和晋鄙合了符，他不把兵权移交给你。是的，晋鄙是一个倔强的人，他是我父亲最倚重的一员老将，而且他也很知道国王是不信任我的。我如果拿到兵符到汤阴去，突然接受他的兵权，他一定是会怀疑的。到那时候，他再向国王请示，那事情又会有波折。更何况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啊。公子，最后只好让朱亥手里那个40斤重的大铁锤说话好了。不不不不，要杀一个无辜的人，更何况杀的是晋鄙老将军。公子，大义灭亲有时候是无可如何的事情，更何况你必须想到，你现在所行的并不是不义。晋鄙老将军，现在事情已经到了明知其不可为而为的地步了。我只要有了歼灭秦军的把握，晋鄙将军就是牺牲了，也绝不是白白的牺牲啊。侯明先生，我现在明白了许多，眼前涌现出了无穷的希望。好，公子，这就对了。侯先生，不过以后的事情我也想到了。以后晋鄙老将要因为我的策略而死啊，我是绝不能不负责任的。侯先生，你是说如果我一旦得知晋鄙老将去世的消息，我就断然以一死向魏国谢罪，向老将军谢罪。侯先生，你这是在替我承担责任，这岂不是我害了你吗？孔子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？生死本是一条线上的东西，生是奋斗，死是休息，生是活跃，死是睡眠。我也是多少有点多懒呐，才选了这条最安逸的路走，怎么说是你害了我呢？公子，公子，来，我们走一走。公子，如姬夫人该是在来的路上了。
君夫人。公子。我请君夫人在这样的时间、这样的地方出来会面是很失礼的，实在是处于不得已呀。我们不必客套，你现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呢？现在有一件很重要而且很迫切的事情要请君夫人帮忙，这件事情不仅有关无忌个人的生死存亡，更重要的是有关魏国的生死存亡，中原的生死存亡啊。只要能够援助你，就是需要我的生命，我也是在所不惜的。差不多是要君夫人的生命了。那我很愉快，请赶快告诉我吧。我现在需要的是调动禁闭的兵符。兵符？是的，我只要拿到兵符，就可以调动禁闭的10万大军去援救赵国。可是我现在仅仅带着3000石刻，那是去送死的。兵符，我知道，是放在国王的寝室里的，但不知禁闭的兵符是哪一种啊？就是那种伏虎星的兵符，背上有11个错金字，叫做甲兵之符，右在芒，左在禁闭，左右都是一样的，左边的一半在禁闭的手里，而在国王手里的是右边的一半。我看见过，是放在国王寝室的铠甲匣里面的。公子，我一定想办法拿到。君夫人。但这件东西十分要紧，我不能托人转达。今晚我也没有办法再来，我怎么交给你呢？这样吧，我明天去替我父亲扫墓，就在我父亲的坟上把它交给你。你明天能不能来呀？君夫人，明天一定来。那我回去了，咱们明天见。
哎，这从天不亮就来等，都已经中午了还要等，哎，老猴子，我看你出的主意不高明，迂阔得很，一定要什么虎符马符的，哎，反正是要我的大铁锤说话，现在要火速赶到汤阴去，把那老头儿处一遍就完事，要这虎符马符干嘛？老猴子，我在跟你说话呢，你到底是听见没有啊？你用这么大的声音，大梁城里都听见了。哎，你们不是说邯郸现在危在旦夕，我们要星夜兼程的赶路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的一个大铁锤是对近比一个人说话的，而虎符是对全体十万人说话的。哎，锤死一个人就能得到十万人，怎么不是对十万人说话？朱大哥，哎，朱大哥，锤死一个禁闭，十万人可不一定服从啊，要看你是怎么个锤法。如果你拿到兵符禁闭还要迟疑，你锤死他就说他违抗王命，十万人是不会说话的。如果你没有兵符，你锤死禁闭，那是你在违抗王命，十万人是会不服的。这你一个大铁锤锤得进十万人吗？就算被你锤光了，我们拿什么来打仗？这哎呀，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老猴子，我又错怪你了。公子，我再去看看。朱大哥，其实我也早已等得着急了，而且我还很担心呢。又有什么担心的事情？我担心如姬夫人如果窃符未成被国王发觉了，那事情可就麻烦了。是啊，国王要是知道了一定要处死他的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我看这样办，你现在先回沂门村去告诉我的姐姐，让她不要担心，就说我再等一会儿也回沂门村去。好，好。公子，如姬夫人来了，事情出岔子了。公子，刚才我的女儿在东门外等待如姬夫人，近等也不见来，可是我刚才看见国王和他一起走出东门，还带着许多士兵，难道事情被发觉了吗？现在还不清楚。我索性再见国王一面。不，此刻不宜贸然和国王见面，我先把事情弄清楚你再出来。你好。扫墓吧，快去快回。是，大王。沂门监者侯莹叩见大王。侯莹，你没有跟着无忌一道去吗？小吏有职务在身，不敢擅离职守。
听说那位90多岁的唐居老头也跟着一起去了。是啊，大王。不过据小吏所得到的消息说，公子们并没有走，而是在前面的移门村里停了下来。哦，他们还没有走？哼，足见的那些食客不过是一批狐群狗党罢了。啊，是啊，大王，那些人除了摇唇鼓舌之外，实在是没有什么真实的本领。哼，可怜无忌这个傻瓜呀，在我的面前不知夸下了多少次海口，说他要怎样怎样的视死如归，又要怎样怎样的赴汤蹈火，说得个天花乱坠，到头来不过是一群贪生怕死的东西。哎，你和那个唐居老头很熟吗？是，大王，他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。听说他有一项本领可以勾魂摄魄，一个人心里有什么秘密，他把法术一施到你的身上，就可以让你自己吐露出来。他是不是有这样的本领？是，大王，他是有这样的本领。把如姬夫人的太翁毒死的那个凶手便是用这种方法查出来的。这个人我倒是很想重用他，以前怎么会没有想到呢？有了这样一个人，对我会是大有用处。比如我宫里的一些嫔妃，我朝廷上的一些大臣，他们心里想的什么，我是很想知道的。有了这样一个人，叫他把法术给每一个人都施用一遍，叫他们把自己内心的秘密吐露出来，这样我就会更加放心了。如姬，就是你的心，也正是我所想考验。那你何不就叫他来考验我的心，就在我父亲的坟墓面前把他考验给你看呢？那好吧，侯莹，你就到移门村去把唐居给我找来，你们两个人跟他一起去，要是不肯来就把他抓来见我。是，小臣暂时告退。嗯，你快去快回。是。大王，公子无忌到了。敬请王兄、君夫人午安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在侧近散步，听说国王和王妃来扫墓来了，所以特来厚安。你怎么还没有去赴汤蹈火呀？你不是昨天就动身的吗？我确实是昨天中午动身的，可是行至到移门村的时候便踌躇了起来。你那些食客不都是天下的大贤人大豪杰吗？岁寒然后知松柏，没有经过患难，一个人的真心是很难以预测的。哎呀呀，想不到仅仅隔了一夜的功夫，你好像就增添了很多的阅历。是啊，以前只听说过伍子胥过昭关一夜头发白，我还不太相信，今天自己是身当其境了。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？阿哥，看在兄弟骨肉的情分上，我还要请求你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我请求你把禁闭手下的兵暂时分一部分人给我。你说什么？哪怕是20000人，你或是10000人都行啊！我只要有精兵10000，是一定能够击溃秦军的。你又在说什么梦话？哼！我想击溃秦军，并不是什么难事啊。
秦国是一个好战喜功的国家，他们不讲信义，不顾廉耻，专一的贪得好利。秦国的兵为什么能够打仗？他们全靠有严刑的威逼，有重赏的利诱，他们不过是被威逼利诱而聚合起来的一群知鸟野兽，要消灭这些禽兽并不是什么难事的。你的梦还蛮有趣，我希望你把它做圆。阿哥，秦国驱遣着禽兽来杀戮中原各国，我们就应该集合起中原的民众来扫除这些禽兽的。你的话有意思，很有意思，在你看来，治国平天下就像翻一个手掌一样容易啊。是的，真是易如反掌啊。可是现在的列国谁肯把这易如反掌的事来做一做呢？秦国还有严刑和重赏来驱迫他们的百姓成为虎狼，可是齐楚燕赵各国，他们一律是有功不赏，有罪不罚，相轻一诈，相执一责。田丹建议与齐，乐毅被逐于燕，廉颇受禅于赵，屈原沉冤于楚啊！他们不重贤士，不爱人民，所以虎狼的秦国才得以横行霸道，各个击破的。大概我们魏国也是没有重用你吧？我平常太委屈你了，是不是？大哥，我们魏国是中原的心脏。中原的中原，殷朝的故都就在我们的境内，我们是中原文物开化的最早的地方啊。五月的中岳，嵩山也在我们的境内，我们所处的真是毗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地位啊。只要我们重贤士，爱人民，团结民众，我想魏国是可以联合其他国家扫除秦国的。哼你的梦真是美丽而宏大，不过在我看来好像还缺少了一样要紧的节目，请阿哥赐教。那就是请你来做国王。阿哥，无忌，你太放肆了，你少在百姓们面前做些挑拨离间的事情，你少搞些鬼，你和你的那些食客今天就给我解散，我命令你解散，要是不解散我就派兵剿灭你们，把你们杀得一干二净。阿哥，你何必这样盛怒呢？解散还不容易吗？我这次把他们带到赵国去，不是比解散还要干脆吗？你为什么还不走，还在我的大梁城外流连？我之所以没走，是还想再问你要点兵啊，你是否能把金逼的兵暂时分10000人给我呢？办不到，一兵一卒也不会给你。你怎么能这样绝情呢？对，而且你和你的那些食客就现在今天下午开走，不准再在我的大梁城外逗留。阿哥，我绝对服从你的命令，今天下午就离开大梁，我现在就去传达你的命令。白的，好。我请你不必着急，你还可以再多留一步，你在这里依依不舍，流连忘返的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背着我搞了些什么鬼？你们以为我不知道？你分明知道他今天要来扫墓，你们怀的是什么鬼胎？你们以为我不知道？都知道，都明白，我看得很清楚。你们要是有胆量，就把你们的胸襟敞开出来，敞开出来见见天日。你们这些鸡鸣狗盗之徒，要想让你们说实话，简直比叫禽兽说话还要困难。但是我要效法你了，无忌公子。从前你利用唐居使一个心虚的罪人把自己内心的秘密都吐露了出来，今天我也要如法的炮制。大王，唐居带到。传。是。传唐居。是。唐居，你过来。敬请大王和君夫人午安。
唐居，我知道你是懂勾魂摄魄术的，今天我要让你对如姬施用一下你的法术。是，刚才侯莹已经对我讲过。那就请你开始施法吧。是。请君夫人坐到这里。请把双眼闭拢，两手放在膝头，全身不要用力。听。替你传达，你先问他究竟爱不爱我。你对国王是不是有真诚的爱？不，我不爱他，我丝毫也不爱他。他没有把我当成人，他把我当成他的马儿，当成他的玩具，我实在是一点也不爱他。再问些什么？你再问他，昨天晚上打二更的时候，他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昨晚二更时分，你到过什么地方？我到太妃那里去了。太妃已经睡了，我便没有打扰她。除此之外，我没有到过什么地方。还要问些什么？你再问他，公子无忌向他求过什么没有？公子无忌向你求过什么？公子无忌吗？他是连话都不同我讲的人。他不曾向我求过什么，不过我知道他是可怜我，他可怜我没有受到人的待遇，他可怜一切没有受到人的待遇的人。那么他向无忌求过什么没有？您向公子求过什么？我吗？求过的，我求过他一次。求的什么？求的什么？我求他替我父亲报仇。我父亲被人毒害，国王也下令替我找寻仇人，可是找了3年都没有找到。后来我请无忌公子费心，公子便替我把仇人找出来杀了。我很感激他，他是我的恩人。无忌没有夫人，假使要娶她，她高兴不高兴？像公子无忌那样的人，你喜不喜欢做他的夫人呢？我没有那样的资格，他是不会要我的，他是不愿意有家室的人。魏国便是他的家，四海便是他的家了。他是不是很关心无忌？你很关心公子吗？我很关心他，因为我敬仰他，我怕他得不到好死，因为有人要陷害他，想陷害他的人就在他的面前，他怕他篡他的位，他想把他谋杀。不要让他胡说八道！你再胡说八道！我没有胡说，
想陷害他的人今天清早已经派人到汤阴去通知禁闭，要他在公子路过的时候把他暗杀，把那3000食客斩尽杀绝。快快把法术解了，大哥！简直是邪术殃殷，妖言惑众。来呀、啊！把这个老头子给我拉下去。是，大王，是你要我来施法术的，怎么倒把我给抓了？如鸡。我的小马儿，跟我回去。无忌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你和你的那些食客今天就给我开走，否则我就把你们杀得一干二净。如今跟我回去。好妹妹，请扶我一把。如鸡，你的那批食客今天就给我解散，我命令你解散，要是不解散，我就派兵剿灭你们，把你们杀得一干二净。剿灭你们，剿灭你们，剿灭你们。要陷害他的人已经通知禁闭，要在半路上截杀他们，截杀他们，截杀他们，截杀他们。侯莹先生，我现在只有回沂门村去了。公子，告辞。公子，等一等。如姬夫人不会不给我们一个答复的。爹，公子。夫人让我把他立刻交给公子。公子，怎么？胡府盗密送来了。他果真把胡府给送来了，真是多么大的一个恩惠呀！无忌和3000食客的生命得救了，邯郸全城居民的生命得救了，赵国的人民得救了。如姬夫人呢、啊？聪明勇敢贤德的夫人，我感激你呀、啊、我帮你打扮打扮，行，我给你打扮打扮。开飞来了，开飞来了，快点快点。中秋节的节目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今晚恐怕要闹个通宵了吧？一年四季偶尔有个节气热闹一下也应该。只是今年还有大军在外，再热闹恐怕也引不起我的兴致。你们先把节目跳给太妃看一看，然后再到宫里去，好不好啊？是。Thank you.
太妃，外边来了一群士兵，他们说是从汤阴回来的，要见太妃。哦，汤阴有人回来了吗？是。你去叫他们派两三个人到我这里来，我要亲自和他们谈话，其余的你们要好生款待。遵命。认真说，汤阴的消息我不敢听，但又不能不听。进宫的时间要耽搁的，进宫的时间迟早不要紧，汤阴的消息才是最要紧的。你们下去把衣服换了吧。是。启禀太妃，士兵们推选了三位前来向您请安。给太妃请安。好。这位是我们君夫人，给君夫人请安。多谢你们。你们都是从汤阴回来的吗？是的，我们一共回来20000人，有5000人回到大梁，其余的15000人都分途回自己的家乡去了。太妃，能够赶回大梁过中秋节，实在要感谢信陵公子的恩德。感谢信陵公子的恩德。一共回来了20000人。是的。你们怎么会回来的呢？是信陵公子把我们全都放回来了。他怎么能放你们回来呢？太妃，他做了我们的大领帅呢。公子真是宽宏大度，他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把我们都放了回来。凡是父子同在当兵的，做父亲的回来，我的儿子在当兵。凡是兄弟同在当兵的，为兄的回来，我的兄弟在当兵，是独子的就不必当兵，我的爹妈就养我这一个孩子，还要全靠我孝敬他们呢。他怎么能做你们的领帅呢？禁闭将军呢？他叫一个大汉子一铁锤给打死了。什么？打死了？是谁？就是一门大街上那个屠户朱亥。朱亥会把禁闭将军打死？太妃，那老将军不听命令了，国王派遣信陵公子去接替他，并且拿了虎符跟他合了符，可是他还是不肯相信，并且还要派人回来请示呢。信陵公子因为救赵国的事太急切，等不得他那样迂缓，站在身边的朱亥急了，把藏在袖管里的铁锤一挥，铁锤便重重地打在老将军的头上。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？国王那边你们已经去报告了吗？其余的人已经到那边去了。好，多谢你们，你把他们带下去，重重地犒赏他们。是，请跟我来。多谢君夫人，多谢太妃。太妃，为什么闹出这样大的乱子？我万万没有料到无忌会这样的残忍，做出这样的事情，怎么对得起他的父亲？我的先王啊，你的灵剑不昧，请你谴责我。我辜负了你临终的嘱托，竟养育出这样一个残忍的儿子，我有什么面目来见你？太妃，你千万不要这样伤心啊！公子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急于要救赵国和赵国的百姓，才迫不得已地做出了这样的事情啊！哦，君夫人，你知道那禁闭老将军是他父亲最信赖的一个人，他是我们魏国的干城，把这样的一位好人都用阴谋来打死了，他还能救得了什么魏国？太妃，你想，无忌他怎么能会得兵符到手？那不是假造了王符吗？兵符是假的，所以禁闭将军才不信他。哦，他真忍心，竟把那样的一位老功臣打死，这不是罪上加罪吗？无忌，我真没有想到你竟会这样的阴险，这样的残忍，你把母亲的心伤了。太妃，请您宽恕我，我要向您请罪。不，倒是我应该向你请罪的。不，这一切都是我的不是。公子的兵符是真的，他杀死禁闭是因为禁闭不从，合了兵符还要多生枝节，这是罪有应得。公子的兵
真万确的，那怎么会到了他的手里？是我给他取出来的。什么？君夫人，是你？是的，是我取出来交给他的。你君夫人，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？是的，这件事情是我做的。我觉得公子太危险了，仅仅带领了3000人便要去和几十万的秦兵对敌。公子是我们魏国的栋梁，我不能看着他白白的去送死啊！所以我才从国王起事的铠甲匣里把那半边虎符取了出来。就在上坟的那一天，我托侯莹先生交给了公子。太妃，我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，但我已经将危险置之度外了。太妃，请您责备我吧。如姬呀，国王的寝室除你而外很少人能够进去，这虎符的遗失他已经发觉了，立刻就可以知道是谁拿出去的。我想他现在怕已经在清查了。太妃，我现在就回到宫里去向他自首。自首？不，君夫人，你不可以去，你去他会杀你的。太妃，我不怕他杀，相反我倒很高兴，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满意的事情，就是去死也是值得的。不，如姬，死是很容易的事，但你不能死，你应该做的事情还很多，更何况你现在是我的恩人。太妃，你怎么能够这样说呢？是的，你是我的恩人，是我们大家的恩人。无忌他是能够带兵的，现在他有80000精兵在手，他一定能够把秦兵打退的。是你把无忌救了，把无忌的3000食客救了，是你把邯郸解了围，你是我们大家的恩人。哦，这都是公子的功劳啊。如果没有你，连无忌都不能够自保呢。君夫人，你怎么能够去自首啊？我就是不去，国王也要来的，我已无路可走。不，你可以逃走。逃走？是的，逃走。你可以逃到邯郸去，无忌他有大兵在手，他一定能够保护你的。等过些时候把秦兵打退了，国王他会转怒为喜的，到了那个时候你们便可以回来，这不是很好的事吗？到邯郸去。对，到邯郸去。不，我还是去自首的好。君夫人，如果你要去自首，我还有什么心肠活在世上？你是要我同你一道去死吗？太妃，你怎么也说出死的话来？我现在只有这一条路可走。如姬，难道你真的要我同你一道去死吗？太妃，太妃。那好，我遵从您的意志，但是我是不愿意到赵国去的。只要不去自首，你不到赵国去也好，你先在什么地方暂时躲避一下。事不宜迟，如姬，你要立刻动身，说不定国王他会赶到这儿来清查的，你要赶快走。我看你先到侯莹先生那去吧，我叫阿侯陪你一道去，回头再请侯先生替你想办法。阿侯，太妃，你赶快陪着君夫人到你父亲家里去，以后便永远陪着君夫人，不要回来了。是，太妃，放心的去吧，一点不要犹豫。如姬，你要多多保重。你要从后门走。太妃，我的母亲，快走。哦，对了，我还要给她带一样东西。阿朱，
太妃，把剑取来。太妃，是这把吗？是的，你赶快去追赶君夫人，把剑送给她，就说是我送给她做护身用的。快去。是，快去。今晚的月亮多好啊，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好的月亮。天是那样的深，那样的碧青，月是那样的圆，那样的皎洁。一个人能够像月亮那样清白，是多么的好啊。我真想把那月亮吞下去，想把那清白的东西吞下去，要使我自己成为月亮那样。太妃，赶上了吗？赶上了，把东西交了。如今夫人说，多谢太妃，这对她是很有用处的。那就很好。阿朱，你过来，你是听见的，你爹爹朱亥把禁闭将军打死了，国王要是追究起来，恐怕你也是难免的了。到那时候你打算怎样？就看国王把我怎样，他要杀我就杀我，要是不杀我，我就活下来。如果要杀你的时候，你害怕不害怕？不，太妃，我是一点儿也不害怕的。那就很好。阿朱，来。一个人要稳重，如果不稳重，就会像水上的浮萍，空中的败叶，是只好随波逐浪的。我对你说话的时候也不多了。不，太妃，你好生记着我的话吧。太妃，我一定记着，我一定记着。阿朱，备琴。到你这里来了，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他刚才回宫里去了。他没有回宫，他和无忌干的那些鬼事情，我是断断乎不能容忍。是什么事情？他竟然把禁闭将军打死了，任意的遣散了我的兵队，还拐带了8万人跑到赵国去了，这简直是无法无天的妖孽。从
从汤阴回来的士兵那里听说过了。我万万没有想到，竟然连我的虎符也被人偷了去。你是在寻找虎符吗？不，我在寻找如姬。我知道一定是这个妖精偷了的，一定是他，我要把他拿来碎尸万段。你把他错怪了。什么错怪？除他之外还会有谁呢？虎符是藏在我自己的寝室里，而且藏虎符的地方也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。你是把他错怪了，你藏虎符的地方我就知道。什么？你知道？是的，你不是藏在你的铠甲匣里面的吗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不仅知道，而且是我取出来交给无忌的。什么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是我取出来交给无忌的。太妃，无忌走的那天晚上，打二更的时候，我到过你的房里，我是想哀求你多少派点兵给无忌，免得他去白白送死。但你是喝醉了。就在那天晚上，我偶然在你的铠甲匣里面发现了那半边虎符。这兵符是我们魏国的兵符，当你父亲在世时我也掌管过，因此我认为我也有权取出那虎符来调兵遣将，所以我便把它拿了来。太妃，你怎么敢？父亲，父亲，你的英灵在冥冥之中应该是听得很清楚了，太妃的所作所为是怎样干翻了国法的尊严，危害了国家的命脉。做儿子的是不能够惩治庶母的，但是为了维护国法的尊严，保持国家的命脉，我要把这柄剑赐给太妃，请他自裁，请太妃自裁。这个小丫头给我拉下去，大批。是。大王，大王，我是没有罪过的。你是朱亥的女儿，我要骗赎她的九族。你是什么大王？难怪如姬夫人要暗杀你。回来。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知道，我知道的很多。
我还知道你不把如姬夫人当成人，她连为你生儿育女都不愿意。不准胡说！我没有胡说，切除虎符她不是太妃。那么你说，切除虎符的到底是谁？我不告诉你。大王，你把那么好的太妃给逼死了，你把那么贤惠的夫人也给逼走了。一定是他，一定是他。你说如姬现在在什么地方？你说。我不告诉你，我绝不告诉你。我拉下去，拉下去碎尸万段。是。太妃，来呀！哟，听我的命令。是。叛徒的家人斩尽杀绝，叛徒的住宅一火而焚。是。斩尽杀绝，一火而焚。这里是先王宾天的地方，不准火势波及，太妃的遗体要一礼安葬，不能让如姬跑掉，就是把海水抽干也要把他给我抓回来。是。周先生的墓地到了。爹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死啊。孩子，孩子，我方才还劝过他，要他和我们一道往邯郸去。他对我说，他曾向信陵公子表示过，一旦听到禁闭将军死的消息，他绝不躲避责任，他要面向北方，以一死来向禁闭将军谢罪，来向魏国谢罪。爷爷，孩子，你父亲他没有死，你不要以为他是死了，他不过是早一点去休息罢了。他是个有见地的人呢。爹，父亲，孩子，快，快！施州老友。我今晚就要离开大梁了，我这副老骨头只好永远地埋在异乡。我特向你来辞行，愿你在冥冥之中帮助我把君夫人和好女儿送到安全的地方。君夫人，你的主意打定了吗？打定了。是不是和我们一道去？不，唐居先生，我决定留在这里，我要永远地留在这里。
金夫人。为什么金夫人？你留在这儿是很危险的，国王一定会杀你的。我不怕他杀。金夫人，太妃吩咐过要我永远的跟着你。侯妹妹，只要你记着我，就算永远的跟着我了。快走吧，迟了连唐居先生也要被你耽误了。孙女，以后我就这样叫你了。你要听君夫人的话，你应该到邯郸去，君夫人是应该留下。去有去的道理，留也有留的道理呀。侯妹妹，你到了邯郸以后，见了信陵公子，说我祝福他，让他不要替我担心，我留在这里是不会受委屈的。这边离邯郸不远，你们到了那边，这边的消息也就会传到了。我听你的吩咐，君夫人。我祝你们一路平安。如姬夫人，勇敢贤德的夫人，我也祝你一路平安。唐居先生，多谢你了。君夫人，一路平安，君夫人。走向那很远很远的地方，爹爹。一切事情您在冥冥之中该都是知道的，但是我还是要向您诉说，因为压在我心底的话除了对您之外是没有地方可以诉说的。爹爹，对于我，您是一个把严父慈母的责任都尽到的人，您抚育我，您教育我，您把我培植成了一个人，我是多么的感激您呢。然而我丝毫没有尽孝，您就被奸人谋害了。幸亏信陵公子是他替你也是替我找出了谋杀你的奸人，这个恩惠是多么大多么深呢。信陵公子一位主持公道和正义的人，爹爹，我自从接触了他的光辉，才增加了我做人的勇气，我是多么渴望能再见他一面呢。但是我能到邯郸去见他吗？不能啊，怎么也不能够去呀。他是太阳，我走进他的身边就会遮掩了他的光芒。我不过是一颗小小的星星，只能在黑暗的夜里远远地把它放着。
放着。我如果到了他那儿，人们会以为我们是为了儿女私情才做出了这番切符旧照的举动。信陵公子他那舍生取义的精神，悲天悯人的胸怀，神机妙算的智慧，赴汤蹈火的勇气，是多么光辉呀、啊！但我一去就会使他蒙受污秽。为了使天下后世的人们不要对他有丝毫误会，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前去的，这是我应尽的责任。死去吧，当一个人知道死是自己的责任的时候，死有什么可怕的呢？死便是我的责任。我将向天下后世的人们昭示，信陵君的朋友就是这样的人，他们有担当，有勇气，有良心，而且是不怕死的。我也是信陵君的朋友，我也要做这样的人。此刻我只有一件事情放心不下，我不知道太妃现在怎么样了，我真想飞回城里去再见她一面呢。太妃是把我当成女儿一样看待的人，她给了我一件多么宝贵的东西，灵妙的匕首啊。人把你制造出来创造了死，人把你制造出来也创造了生，你死的创造者，此刻由你所创造出来的死便是坦荡磊落的生了。你暴力者，妄图以死的威胁来恐吓一切的人，妄图把一切的人都变成你的奴隶，你的牛马。我要你知道，人是能够自行创造死的，这是人的尊严，也是我的尊严。此刻我便要把这种尊严指示给你看了。见到你是多么高兴啊。如今我的孩子，我的女儿，太妃，我的母亲，公子，贤德的夫人，邯郸解围了，赵国的人民得救了，中原的人民得救了。